测试一下，现场有点小测试一下，看一下现场环境对对对对对，因为今天就是不同于以往，我们跟大家距离特别近，有没有？站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特别的亲切。对对，你总会说对吗？对，对啊，因为以前有那个舞台的高低差，今天大家都在同一个地平面上面，所以就觉得我是不应该再继续讲对啊？我是不是不应该再继续讲对？你今天就是 NPC， 只会讲对而已。对，村长在那边。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会带来大概20分钟左右的，就是 ACG 歌曲演 ACG 歌曲演出。那第一首歌呢，我会带来，就是因为刚好前阵子啊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消息，就是日本那边发布出来说，那个很久以前曾经被惨烈的腰斩的一部作品，他即将在明年再推出新的动画作品，这样子，他的名字叫做……那个已经推出过了，已经推出过了，好抱歉。所以就明年会再出新的动画作品，他的名字叫做《Shaman King》的这个通灵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好吧，那感觉就是势必要带来一下他的歌曲。刚才真的是因为我们是那个。新音乐不插电组合，所以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个什么什么哒哒哒哒，还是说什么哒哒哒那个我们都不会唱，我们会带来就是比较轻松的片尾曲，但是也是由我们林元慧小姐所演唱的啦。她配的那个安娜真是一绝，每个人的小时候的女神可能都曾经有过安娜这样子，然后还会别的女神，没关系。我的女神是那个那个叫莱姆吗？来。莱姆是谁？哦哦，那个莱姆，我跟你讲，有没有？有没有？对啊，我跟你不同年代、啊。对，他一定三十。哎。乱讲话。好啦，那我们就带来第一首歌，出自我们那个《通灵王》他的动画的第一首片尾曲，名字叫做《Trust You》，由我们的元慧小姐演唱。夜風優しく私の髪をすり抜ける、「時々は苦しく」
接下来呢，我会带来两首特别有私心的歌啊。它好像那个七月份在我们那个三创还有一个快闪的主题商店这样子。嗯，你刚刚在偷偷跟谁就是传情这样子？没有没有，眼神示意，就是跟所有的广大的观众。好。那今年呢，那个《我的英雄学院》它上映了那个电影版第二部嘛，然后七月的时候就是刚好就前几天开始，他们在三创有开那个快闪主题店，当然那个同一个现场还有《通灵王》的那个主题咖啡厅啊，一定很多人都想要去点什么青眼白龙啊、双麒麟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要唱的是《我的英雄学院》的歌，好不好？接下来他带了两首，就是他今年刚播映完的那个第四季，他的后半部是出那个文化纪片，然后他的那个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个人都非常喜欢，所以呢，就特别在今天就挑了这两首，全部都带来这边唱，好不好？好，我没有讲对哦，我是讲好，我给你个赞，谢谢。那我就带来第一首，就是他的主题曲，名字叫做《Star Maker》。在他们各个不同乐手的家里这样子，奇怪的生物。然后他们最
后每个人还帮他就是扇风啊，然后就是端茶送水什么的，不知道在干嘛。好啦，我也不懂，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是推荐大家，觉得这首歌也本身也很轻快活泼，然后很适合我们这个魔音这个英雄的这个主题这样子。对 ，OK， 那么再来接下来第三首歌呢，也是我们我的英雄学院它的那个文化祭片的片尾曲，那是由我们的绿黄色社会，也是一个很厉害，我个人也很喜欢的一个团体演唱的歌曲这样子。那他的歌名叫做 Shout Baby 啦，虽然我觉得我个人没有办法参透歌名的意思是什么，他可能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些就是呐喊这样子，然后尖叫吧宝贝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对，要大家一起尖叫吧宝贝。好，那么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你。好，那么就再来揭晓由我们绿黄色社会演唱的这首叫做 Shout Baby。いつもと違う髪の匂い踊らされてしまう悔しが緩んでしまう口元枕にずっと沈めた何もなかった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么一首就是想要跟大家同乐的歌曲。可能我们自己 在上面自嗨也没关系，但是呢，就是我们研究了一下，就是这首歌的那个 MV， 因为它是由那个几十年前到现在都很有名很红的一个歌手叫做铃木雅之。不是我那个年代，我不是啊，差不多你那个年代。对，然后他们那个整个 MV 就走了一个有点很充满时代气息的一个风格这样子，然后就会看到他们一直在。里面甩手了，这样的，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就是放下你手上的东西，然后一起来甩手，好像有点像在复健的感觉。就没有。你要在公园，今天这看起来就很像是那个洗完手有没有甩甩手，然后喷了酒精甩甩手这样。很符合现在的那个防疫的这个概念，是不是？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个场地也非常的宽阔啊，很适合就是像在公园里面，就是大家一起做健康。健康操吗？好，那我们就带来这首是出自我们那个《辉夜姬想让人告白》它的第二季的主题曲，名字叫做《Daddy Daddy Do》。
部分好像还可以啦。好，那么就谢谢大家今天在这边就是观赏我们应该是今天最后一个演出了，是不是？吗？是，对对对。那也谢谢大家，就是一起在前面跟我们同乐啦。好，那我们是飞鱼冰淇淋。那等一下呢，我们会在旁边吗？是那里会吗？是吗？还是那里？哦，那里。那里哦，我们那里也会有那个就是互换时间这样。那有一些就是今天有些朋友来这边跟我领那个什么，就是写证书的，就请不到那边去等我。对。那有现场购买的那边也可以来这样子。好的，谢谢大家，我是飞鱼冰淇淋。喜欢的话请点个赞。